外资源千年之久，而魔族对此处也觊觎已久，多次来袭，魔法殿全力阻拦，不惜一切代价才创造了千年不破的历史。没想到这次竟然选在了我闭关的时间进攻嘉陵关。感谢戴立胜骑士长与刺客殿圣女相救之恩。李殿主言重了，六大殿本为一家，换作其他人也一定会鼎力相助。换作其他人可不一定能拦下魔神剑。不必多言，这百万功勋是作为你们支援嘉陵关的谢礼，至于林心嘛，不用紧张，他交接好事务就可以和你们走了。多谢殿主。真是两个好苗子啊，想必在下一届圣殿大比上，你们将会代表你们的所属殿与我交手吧。圣殿大比？圣殿大比十年一届，六大殿强者在此交锋角逐，在这期间会向所有民众开放观看，增强民众对联盟的信心。我向你们许诺，日后大比你们若能赢我，我愿意全力支持你们成为联盟新领袖，不过那应该也是之后了。记住，你们都是人类的希望，在拥有真正能终结人魔之战的力量前，折服吧。多谢李殿主指点。心儿，你真不跟我走吗？因为殿主，我才有了重新回到战场的机会。如今魔族进攻越来越频繁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东南要塞的情况更加复杂，遇到高阶魔族，千万不要逞能，保护好自己。嗯，放心吧，心儿。感谢圣骑士长和这位刺客小姐此战相救大恩。好像是李雪飞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卑鄙的骗子，这里不欢迎你！还想找茬吗？林心，我能和你谈谈吗？这里不欢迎你，快离开！李团长，有事吗？林心，之前我真的很不甘心，我苦心修炼，竭力经营军团多年，可自从你学习攻击魔法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我不再独自身处云端，我担心你会夺走属于我的一切光辉，我害怕了。我已被殿主革去暴风军团团长一职，未来亦会潜心苦修，不会再参与军团之事。之前的事，十分抱歉。嗨，像小爷这么出色的人是不会记仇的。李团长，之前的事我们就一笔勾销吧。过去的就过去吧，我们都坚定走向选择的路吧。希望你能代表魔法殿取得无上荣耀，我也不会落后于你。等以后在消灭魔族的战场上，我再与你一较高下。好，届时小爷我随时奉陪。再见，保重，再见，保重啊，团长，李团长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团长，再见，保重。哎，团长，算算日子，韩宇的密言考核是不是也要结束了？哎，等等，前面那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是韩宇。团长，密银骑士韩宇向您报道。韩宇，你穿这身可真帅啊，本帅哥认可你。太好了，韩宇也赶来了，我们现在就去东南要塞找圆圆。我在来的路上打听到，圆圆现在是东南要塞最年轻的战区司令，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号。
齐了，你们三人赶紧进去吧。三个人？杨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原来如此，杨爷爷也让你在一年内从六阶突破到七阶。嗯，是的。对了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你们最近都还好吗？怎么以前没见你这么关心我们？你想干嘛？就是这么久没见了，我就关心关心。我们都挺好的。别担心，婴儿也很好啊。是吗？婴儿平时提起我多吗？嗯，挺多的。是骂你挺多的啊？韩宇开玩笑的。这里的灵气也太充裕了，起码是外面的十倍不止。在这里修炼，也许我们真的有机会完成突破。但为什么没看到秘籍？吾乃幻度创立者，骑士殿第一任殿主萧霍，尔等唯有通过试炼方可习得秘籍。晚辈卢浩辰参见萧霍殿主，请殿主为我们开启试炼。尽如幻之境，其无限之变，战王座阴影，无上秘籍。是末日与杀戮之神鹰王座的画楷。我们要挑战的就是他。能挑战王座画楷的机会可不多，我们可赚大了。来吧，我们上，准备战斗。应该吧。秘籍，万星流火，试炼开启。这才是真正的试炼吗？这个技能的威力好强，雪然如此轻易就将我们三人击飞。若是我们能学会，在战场上又能多杀几个魔族。又来一个秘籍试炼。秘技无间继父，试炼开启。可恶，动不了了。这么多擂台，竟然全是秘技。看来我们此行一定会大有收获。如果能掌握这些秘籍，一年后我们一定能重组猎魔团。婴儿，灵魂圣女的试炼对现在的你来说太过危险，你确定要进入吗？嗯，奶奶，我不能再等了。没等这一年，我必须快速变强，不能再成为团队的拖油瓶了。店主，这就是咱们店队伍的安排。怎么，这可是我专门从战士店借调来的精英，你要还是想上战场，就得先打败他们。
哦，还有这种好事？哎呀！以你现在的实力，独自上战场还是太危险了。我带你去见一位刚调过来的七阶守护骑士，他以后会配合你作战。圆圆，好久不见。放歌。这杯酒的滋味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美人才能调出这样清纯绵长又不失清丽的酒。大人。请教我攻击魔法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逃了。李信，你确定？寻回秘境里十分凶险，进去后多加小心。撑不住了就回来，曾祖那儿还有好多可以教你的东西，咱们不一定要走这条路。彩儿，妈，你一定要进去吗？其他队友都在努力，我也不能落后，而且我还要再与他相见。只有一年的时间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学到更多的秘籍。一年后我们一定会再见。自帅级64号猎魔团分离，龙皓晨、韩宇、姚文昭三人进入幻动试炼后，圣战并未停止，魔族攻击不断，战争已成为六大关隘的常态。为了让前线无后顾之忧，千年来和平时期积攒的资源被尽数投入各大电馆。快快快，玉龙关物资严重缺乏了。每位战士，每位民众都倾尽所能，为这场关乎命运的较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。而龙天印孤身前往魔族寻找龙星羽，一直杳无音信。一位神印骑士的消失，对现在的联盟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所有人都在期待着新的曙光出现。三大魔神率领神皇第十军团突袭玉龙关，圣骑士长韩倩与星空神圣骑士杨浩宇率军于关外阻敌，但魔族攻势猛烈，大批飞行部队绕过天族桥攻入玉龙关内。
人类就是这样，顽强却弱小的生物呢。魔神？怎么会？魔神不是应该都在关外吗？怎么会进入内场？快，传信圣骑士长！一位魔神，一群蝼蚁，接受你们的败局吧。无知的人类，就让你们见证一下什么叫绝望吧。玉楼关真的要完了吗？来取你们命的人，这难道是秘籍晚星流火？几万千星辰之力会一点引爆，造成数百倍的伤害，被誉为最强惩戒骑士技能。怎么可能？你要付出代价。就凭这也想困住我？这是什么技能？我竟然没法破开。骑士殿第二任殿主的自创秘籍，不见继父，完全禁锢所有敌人，并抵消一切内部攻击，堪称最强控制技能。那三人到底是什么人？谁都不能阻止我们拿下玉龙关！这里吧。间的远古秘籍，只有光系亲和度达到最高才能使用，施术时引动天地光明之力，此身化为光明，所有人都无法防御，只能用肉体承接光明洗涤，被称之为光之洗礼。三大传奇秘籍，天哪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向闪电魔神大人报告，
内城还有更强的敌人。别走。还想逃？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们一起陪葬！不好，他想要自爆！前进入幻动试炼的骑士殿三大少年天才，天哪，他们还这么年轻就已经能斩杀魔神了。见过圣骑士长。报，圣骑士长大人，玉龙关外魔神已退兵。这都要多亏你们，击退了攻入玉龙关内的两大魔神，破了魔族从内部攻破玉龙关的计划。他们这才会退兵，你们三人是玉龙关此役当之无愧的大英雄。一年的幻动试炼，你们不仅每个人的等阶都有了提升，还学会了众多传奇秘技，完美达成了目标。现在普通的魔神已不是你们的对手。师祖，有一事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比起昔日在驱魔关对战的七十柱魔神希尔，魔神似乎变弱了。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变强了？毕竟不仅是灵力，等阶还有技能，都已不可同日而语。不，我真的有种感觉，在我们闭关的这一年，魔神在逐渐变弱。陛下，陛下急召我们来此，所谓何事？阿加雷斯，我族魔神的损耗如何？自圣战开启这一年来，我族共折损23位魔神，加上先前折损，我族还余45位魔神。这个损耗速度，在整个魔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。你们看这个，怎么会这样？蛇魔神柱的毁坏，对整个魔族的影响比我想的还要大。魔族的力量正在逐渐衰落，最先受到影响的，便是魔神柱与魔神。目前这种影响对排名靠前的魔神还不明显，但再照这样下去，此消彼长。恐怕我族真会被人类逼入绝境，必须尽早解决奥斯汀·格里芬，用他的力量重塑蛇魔神柱，填补空缺，重振魔神之位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感觉我们好像上周才刚进幻动试炼一样。马上就要分别了，还有点舍不得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要去万圣关找婴儿吗？不了，等我再变得强大些吧。如今人魔这局势，现在的我还是没办法保护好的。我这次是接到了队友们的传信，我们团与段毅团队一起接到了联盟颁布的特殊任务，我要比你们早一步和队友会合了。嗯，他要恭喜你了，
不过我俩也只差完成最后一个考验，就能出发接回队友们了。那我就也先恭喜你们团队重组了，希望你们一切顺利。嗯，好。还有件事，我想拜托你们。怎么这么磨叽？快说。你们见到婴儿后，替我将这个带给他们。这个，你最好自己送给他，他肯定也更想收到你亲手送的。这可不一定，他一直还生我气。那送给我得了。哎，还我！好兄弟，我们来日战场再见。战场再见。我们也去完成重组的最后考验。小雨正在准备密银级做考核，而你的考核就在这里。虽然京津级座对骑士增幅仅次于神夜王座，但考核却并不简单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我已准备好了。来吧，京津冀做考核。